因为我只接两对孩子，我只接一个人。我看好多我都接到，到那个村口，下班给家喊我们，看到我看到啊。他们都在那上课了嘛？ 我们准备下班走，准备下班都是两个小崽子的娃了。一上一次，我那个没去，两次还是我自己一个人。我看好多我都觉得，到那个村口，下班给家喊我们，看到看到啊。他们都在那上课了嘛？我们准备下班走，准备下班都是两个小崽子的娃了。一上一次，我那个没去，两次还是我自己一个人。我看好多我都觉得，到那个村口，下班给家喊我们，看到看到啊。他们都在那上课了嘛？我们准备下班走，准备下班都是两个小崽子的娃了。一上一次，我那个没去，两次还是我自己一个人。我看好多我都觉得，到那个村口，下班给家喊我们，看到看到啊。他们都在那上课了嘛？